只要心跳超过100日，就会从皮卡丘上升，无差别的释放电流。只是有人不小心接触我的电池，就会爱上第一眼看到的那个人。住进我的眼睛里，把心话温柔地说，想你在我左右，一直为我守候。我看着你了，跟我在一起吧。一见到你，我的心就怦然跳动，满脑子都是你。那我们什么关系啊？我们反正不是会约会的关系。确定今天你都没有电话？没有啊。当时我还以为是哪个仙女下凡呢，一直为我守候，居然是个皮卡丘。我的心到了呀，充充电。被你宠的就像个孩子长不大，那如果你输了怎么办？不会输的，不是因为你的电，是因为你。关于爱是种什么感觉，只是听朋友说过，没想过何时才会轮到我。结尾应该要严肃一点。你是如此耀眼的初衷，